已经开始好了，有眉眼了。真真，你可以再调一下眉眼。太厉害了，这个。好，我觉得这个位置。那你还可以打个灯。哎，灯，哇，太好了，这个充没充电？这个是看书的，你把电给用光。这可以充啊。这还有个灯。哇哦！哇，天哪，太亮了！我发。对，这可以了。我觉得这个太亮了。黄光嘛，黄光。黄的话就是黄的。我不喜欢黄光。啊，看你这个嘛，充电嘛，你这个好看一点。我怎么喜欢爆的？我不喜欢爆的。Hello， 来了。声音有两个，声音有三个，好吗？我们就在后面看着他直播，默默的看着美军。哎，我觉得好搞笑，这是一个有主题的直播，非常的那个有广告直播，对，是个有目的性的，广告直播。今天来就是要跟大家宣传一下我的新戏，我的电影，我人生中的第一部哦，第二部，哇，我竟然拍那么多戏，我好火。我昨晚还梦见了有人跟我说你适合。好了，我不说名字，就很适合拍戏。我居然梦见这种东西。啊，你这算什么？还梦见过我上快乐大本营呢。啊，你梦见过上快乐大本营啊？对，我梦见我是以个人的身份去和杨幂还有迪丽热巴同台跳舞。果然是做梦。没有，但是我做的梦都实现了。都实现了。嗯。你上快乐的明跳舞了吗？还没有，就是过两年差不多就可以实现了。那我也差不多了，我也是上大荧幕的。我做梦的就是说我非常适合上大荧幕。但是我们这个狄大人驾到也是非常棒的一个电影。现在几号了？24，还有大概6天，再加18天，不对，15天，半个月吧。就要上了，呵呵。你今天洗头了？肯定洗头了。肯定洗头了，直播能不洗头吗？都见我的宝宝呢。哇！所以我一直在搔首弄姿，让大家看我起那个柔软头发。我也今天洗了头，前天没有洗头，油头满面的。那我们三个来曝光一下。今天我很好看。哎，你化了妆啊？你没有啊？你不要乱说，我是素颜。你别乱说。我是素颜。你我也是素颜。素颜。我刚刚吃了樱桃。樱桃，樱桃小嘴吃樱桃。对啊，所以嘴巴红很正常。哦，樱桃还可以。素颜。樱桃还可以染嘴唇啊。就是，哎，不是樱桃，是那个，就是那个吃了嘴巴会乌的那个。嘴巴会乌？你在说我？桑葚，桑葚，对，桑葚，桑葚，我只吃过一个酸奶，里面有桑葚，但我没有吃过那个水果。我觉得你不化妆就跟化了妆一样。你谢谢你，没什么太大区别。你对我的赞美。你继续宣传狄大人啊！对，完了哦，对，我是宣传电影来的。为什么我们讨论直播都一直都就是你们狄大人拍的时候，可不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些趣事？我现在是有两个主持人了，就请分享一下趣事吧。啊，我觉得趣事非常的多，比如呢？比如就是我们就是一有时间就喜欢去那个按摩。然后有一个叫什么，老沈按摩什么的，然后我们经常去，因为一次只需要几十块钱，对，然后老刘他感觉他非常这疼那疼的，所以他经常去，他去的比我多，你知道吗？身体不好。对，他身体有点不好，有点肾虚的感觉，所以经常去按摩，然后我也经常去。喜欢去按脚吧，然后我看到那个郑丹妮她有去采耳。就是你们采过耳没有？采耳就是掏耳朵嘛。我在按摩店里有。是不是掏耳朵？掏耳朵应该是吧，然后它会有叮噔叮噔那种，他们听说采完耳会很舒服，会听力会上升，就听力会变 会好一点。对，然后我也很，我一直我很想试一下吧，然后在走之前其实很想试，但是没有去采耳，就是一个遗憾。对，
我觉得我当时在横店拍戏的时候，我喜欢去一家修脚店，修脚修脚皮啊，自己抠就好了。他不算是修脚皮，他就是会就是很复杂那种。很复杂。对，给你洗脚，专业洗脚服务。哦，专业洗脚服务。然后全套的。全套。对。全套洗脚服务。然后还有什么趣事呢？按摩，按摩是一个吧。然后一有时间就去找吃的，然后还会遇到就是当时前辈拍的那个《云溪传》，也会遇到小四前辈，还有谢磊磊啊，还有刘炯然前辈，也有就那地方真的很小，我们会在路上逛街都会遇到的那种，然后遇到了就会一起吃饭。我记得那天吃了什么肉蟹堡吧，应该。那你们狄大人就是拍戏里面就是比如说有什么场景啊那些？场景怎么了？就有什么好玩的，就让你印象深刻的剧情。好玩的。好玩的有点太多了，我想一下。就让你比较印象深刻的片段，就拍的时候。随便讲吧。拍的时候印象深刻就是那个摩托车怎么念？摩托我们那边叫摩迪。我们那边叫摩托。你们那边呢？甜甜就摩托车啊，就摩哦，我们叫摩托车。然后就是我当时有个我是需要那个骑这个嘛，然后它非常重，我根本就无法控制，然后就必须工作人员给我，因为我需要那个嗡嗡嗡那个声音，就每次都是我的脚力气不够，就工作人员给我踩的。不是你的脚力气不够，是一脚太短了，够不到地。没有，我能够到，只是踩一下那个油门，然后它踩不到油门，踩得到，只是踩不下去，然后就每次都是，哎，你下来，然后我来，滚滚滚，赶紧上去，然后我就很顺的，来，然后每次，然后我自己。我就是他给我踩好之后，我的手必须一直这样拧啊拧拧啊拧，然后我又很害怕，我就拧得很小，害怕自己飞出去。对，我很害怕飞出去，因为那个声音有点恐怖，就是震耳欲聋嘛。然后就有时候会灭火又下来，哎，赶紧，赶紧上去，然后又来一遍，啊，就是特别傻那个样子。我觉得像这些都可以当花絮要拍下来，不知道有没有人给你们拍下来。没有人给我拍，因为大家都很忙，这都傻子都不想理我了。哎呀。所以我觉得骑摩托车应该也是我们当演员一个必备技能吧，我觉得。不，很多，就开车、摩托车、游泳、骑马那些都应该就是。应该学一下。对。不然的话，就你去拍戏的话，人家就是需要很多就是剧情嘛，你都不会。啊、尤其是开车，我现在还不会开车呢。哇哇！女鬼。对，开车，我考驾照，我今年得回去考。对了，我后面要回去考驾照。你要回去考？其实我科一已经考完了，但是我科二、科三、科四还没考呢。如果我不回去考，就相当于我之前科一考的报废了。那我们可以在北京考吗？北京很贵。对，很贵，又贵，然后你还得，你知道北京的交通？你知道我们那边上海人都到我们那边学，因为我们那边在上海的乡下便宜。好便宜，对，而且不，你在乡，就是你在乡下，就是学的话，就是你考也会很好考一点，好考一点，对他们，而且学费又便宜，而且人不多，主要是可能，而且空气又好。什么整理调整一下，他刚刚说什么？好模糊，但我们这边看很清晰啊，对吧？嗯，我们这看很清晰，是你们手机的分辨率的问题。你们该换手机了。对。这个眉毛好浓啊，这样子。镜头都是马赛克，不会吧？我不知道为什么。那是因为你灯光不足，光是不是？是不是甜甜网不好？这里一点都没有马赛克啊！我给你看一下，这样，灯光师来了。灯光师来了，哎，我老婆喜欢布光，我跟你品味可能有点不一样。不是，哎，这样比较好看。对啊，对，你以为你那样这样好看吗？这样布光哎，这样布光。不是他们那边会清楚一点，因为你的光没有在脸上，就会形成马赛克。你们现在还马赛克吗？俊文说到这个光很好，我虽然我看得很糟心，就是很不光。现在没那么不光。那你问一下他们。不光了，他们说不光了。不光了。高糊。
高湖是，那真的是你房间就是光线不好。那你等一下，这个这个不是光线，我觉得是设备还是网、啊？我觉得是设备的原因。对，那是古代四八的原因。古代四八的原因吧，应该是因为我这边看是很清楚的，他们看了就说的确是很模糊。甜甜点他直播看的，我看一眼，我看一眼。鼻梁的布光没有了，你看，请问你这个技术？你看嘛，你自己在这里看。怎么好搞笑，我觉得哎怎么这么模糊啊，受累了大家，受累了，是为什么呢？就是设备的原因，真的是设备的原因，就是口袋那个软件的原因吧。是为什么呢？是网不好吗？他们说我靠近样子很好看，马赛克耶，大姐，马赛克什么意思？就是马赛克才好看吗？换个美图，我的美图好像没有口袋四八，那怎么办呀、啊？要么我退出，然后再重来吧？怎么样？你他刚开始有没有马赛克？刚开始我感觉刚开始应该没问题，没有这个网还可以啊，我看一下，我重开一下吧，好吧。我也让大家不要有太糟糕的体验，来，等我一下，两秒。嗯，好了 ，everybody 又可以进来了。我每次就这种直播，我都会把灯调到很亮，它就不会光。但是我觉得刚刚那个已经不是灯的问题了，就是，估计也只亮的不行了，只会让你们清晰一会儿。好了吗？那太好了。这个口袋四八需要整顿一下哦，怎么老是这样子？好了，我继续宣传我的电影。好想吃东西哦，青总，你的外卖到了没有？马上到了。我本来今天想做一个菜的，但是我今天因为太忙了，就没有时间炒菜，所以今天只能吃肉了，跟着我。我昨晚睡觉之前还吃了个泡面，我疯了，我昨晚。还好我昨天晚上也吃了泡面的，为了提起精神跳舞。啊，对，我们不能说在大晚上吃东西，因为上次我们影视部哥说，我们作为一个演员，一定要保持好我们的身材。对，所以我们的艺人。嗯，我们是要在就出现在屏幕上的。所以我觉得这种东西要慢慢改掉。我除了二头肌之外，我的身材都挺满意的。二头肌，就是我，对，我除了我的膀子，因为那个膀子真的很难减，因为它是大肌肉。我也是，我之前你知道吗？我当时我参加迪大人驾到的时候，就是也有被说，就说我哪儿都好，需要减一下膀子。哎，看一下我的膀子。很奇怪，为什么我们膀子会那么粗？但好，这个膀子而且是减不掉的。就对，我都不知道怎么解，但是还好你知道吗，我非常的幸运，就是我在迪大人驾到里面我没有露膀子的衣服，没有露膀子的，完全没有。一套是女贼的衣服，是穿皮衣的，然后一套是一个很清纯的一个民国装，也是长袖雪纺。谁想看我？有人想看青云吗？他们很想看你。有人说你身材不错，这众所周知的好吗？你念清楚，众所周知，众所周知。我觉得我们三个没有一个普通话是很好的，所以每天都被小牛奶矫正，我很生气。因为跟他们俩一起的话，就是会没那么容易发现我的口音。跟小牛奶的话，小牛奶简直是个语文老师。我可以看把墙打到光上怎么样？哦，不行，还是得。新闻出在进门，我想看鱼丸呢。啊，它不光没不光，来来来，我看一下，怎么样？嗯，我的脸好胖哦，跟你比起来，我的脸挺胖的。我今天脸也很胖，我最近吹牛吧你？不，我因为我最近熬夜，我熬夜把我的脸熬大了，真的是熬夜的话，人的新陈代谢会慢，然后脸就会大。所以来读牛奶奶买牛奶，牛奶奶买牛奶，
然后呢？期待我男装，你们还用得着期待吗？期待男装。他们说我很白。我也很白啊。那是因为美军在旁边衬托了一下我。我最近还变白了，我最近还就是发现我的腿变白了，很开心。普通发。刘奶奶买牛奶牛角包。你们不说我们的普通话，没有人会发现我们普通话差，对吧？对啊，根本不知道。对，我人家还夸我呢，人家有一次我在就我坐出租车的时候，人家说我，你我是北方人吗？但而且我在广东的话，人家我是就是很牛的存在，就是我的普通话。他们说普通话那个。来，我听过那个。怎么会这样子呀？你们看那个。看那个南方有乔木没有？没有看，就那个里面陈伟霆讲普通话就很奇怪啊，很奇怪，而且他不是配音，对，他那个都是配了音的，但是还是特别奇怪，所以我还是很厉害的。中泰成员很多都，但都是外地人，对，都不是广东籍的，好吗？就像我们北京团不是都是北京这样子。我们虽然普通话说不好，那我们现在就跟他们讲粤语，讲我们就这个样子呀、啊。你们想看什么？哎，不对，我太普，不要，还是有点太那么多，就有那么多，那么多。你们想看的，哎，我已经学不来了，我现在标准了就扭不过来了，对，扭不过来。对，我有时候回家都不知道为什么自己在自己的就是在家里面，我还说普通话很装，人家觉得啊会装吗？就不是，其实就不是装，就我买个东西就是会突然的就那种说，哎，这个多少钱？然后没有才反应过来，哦，回家了。回家了就应该就说家乡 家乡话，对。但我回家了还是有时候有事没事就普通话拿出来念一念，秀一秀，秀一秀，普通话还能秀啊？哦、oh, ，I wanna dancing tonight， 跟着节奏一起摇摆。反正我之前也去过成都，就是他们我一讲话他们是外地来的，就是非常的明显。外地来的，对啊，就来旅游啊，这样子，所以估计你、那个、外地人啊。外地人呢？我在家里边也装外地人。装外地人有什么好处？他装外地人服务非常好。我之前去成都洗个头，他因为我是外地人，给我洗头洗了很久，很认真，而且又便宜，就15块是25万。15块钱？对啊，一个我从来没有洗过这么便宜的。那家店还可以，而且挺好的，给我洗头洗的可认真了。还问我要不要做造型，我说不用了。你是在那种乡里面，就是在如果在市里面就很少，就是里面涨价了。现在理发店发廊都是25块钱起，因为我是25、35、45洗剪吹。哇，好贵哦，45。对，那我就拒绝，我还不如自己洗呢。我但是有时候就是你不想自己洗头，不想自己洗就。因为头发就是长头发都太难打理了。我还好，因为我头发少，我掉光了，所以打理起来还可以，就几根毛顺一下。那确实，就是我以前就特别不爱自己洗，现在我特别爱自己洗，因为自己头发都就没了。对啊，我最近发际线，对，你最近一扎高马尾那个。你看我这儿，来给大家看一看。看一下你发际线。看到没有？你有吗？我有啊。不是，我这是就是一扎头发它就会那个。我也是，我一扎头发就会被人看出来。我上次少了一坨头发。我上次那个失败，我扎了个头发，然后我看完之后，真的是觉得我永远再也不想再扎头发了。扎马尾。对，扎头发的话就。不，你知道吗？你扎马尾就是有点奇怪。但我以前扎马尾可好看，还是马尾。不是，你知道是为什么奇怪吗？是你额头就是。太窄了，好像不窄，是个大额头。你是这里太窄了，啊！你是发际线高，但是额头窄，你懂吗？那，所以但你披着头发好看。我觉得我以后多披头发。你只能披着，对。头发少是英国人的头发是很少吗？哦，我失败所有那个发型是我们公司的首席做的，首席造型师。首席那个文姐。文姐。好。他都不来的，平时我要生气了。对，我生日过年的时候，我要把就是给我做发型做的最到位的那个姐姐请来。
但是文文姐现在很久没做，也不知道她做的怎么样。就是你得长期的做那个，你觉得就我们得长期的配合。对，我还是找文健姐做吧。彭健姐姐，文健姐姐，我一下叫文健，人家名字都说错，人家到时候那我叫彭健姐姐给我做吧。对啊，快介绍你狄大人，这说偏题了。哦，对，我觉得现在不会有 staff 在看我直播吧？反正大家就去看就好了。对，大家就是腾讯视频嘛，有没有会员？我有，我有没有过期了？就是不看剧情，只看君姐。那你们得等很久，因为我里面就是神出鬼没，突然出现，然后很久，一个小时后，哎，再见。但是这个电影我觉得那个画面很漂亮，因为就是大哥然后还有次木在拍的时候我有看，就是我经常会在导演后面坐着看大家拍的，然后就拍的那画面感很好看，很棒。然后我觉得陆婷前辈他在里面那个形象很像以前香港那些警匪片里面的那个女一号 女主，我也觉得，对，就那种很有港风的那种感觉，他穿的是那种大衣，很好看，很像以前 TVB 的那些。 对，像 TVB 的那种演员。其实我觉得能拍那种戏真的很好，觉得很炫酷，很炫。其实你也蛮适合演警察的。我也觉得，但我觉得逮捕你，但我不大适合演警察。为什么？我觉得我还适合演贼。我现在你就是那种偷心贼。说你把我的心偷哪里去了？冲进马桶。哎呀，你们，因为我知道为什么我适合当警察，因为我就是长得特别正义。因为你的眉毛是这样子的，警察的眉毛都这样子的，就是。你是贼的眉毛。你是贼，就是警察的眉毛都这样子。好了，不是，我不是警察的眉毛，我这种就是长得比较正义的脸，就是让人家一看就是那我不正义吗？我像贼吗？你看你跟我比起来，你就不太正义，就长得。不太正义，我很害怕。现在我觉得公司要把我的人设定位成坏人了，我以后只能演坏人了。我以后就是专业户，四八坏人，要演坏人就只能找我。那我，那你就演。对，他们都说我不说话的时候挺正经的。谁不说话都挺正经的吧？你不说话的时候也不正经。怎么不正经啊？很正经啊。你看我们俩在一起都不说话啊。就让他们来评一下，看谁比较正义感。正义感。我要笑了。都不正经。好，都不正经。他们说眼睛更大，我没有戴美瞳哦，这是我天然的眼睛哦。哦，那是我正义。谁说了？就一个人说你，就一个人说你。我呆了。好。哦，对，眉毛画的，其实我觉得我还挺百变的。你眉毛画的有点奇怪。是吗？ 你如果说不定改一下眉毛风格的话。没有，我这个眉毛是那种就是那种好人的眉毛，坏人的眉毛是那样的挑的。我其实我觉得我又可以当好人又可以当坏人。我也是，我戏路很宽的。我也是，我又可以当可爱的，我又可以可爱又可以成熟。下次让你画我这种剑眉。剑眉，剑眉，剑眉。我以前有。你挑个眉吧。你挑个眉。你看，很像毛毛虫。毛毛虫。我今天就是因为很仓促嘛，就不想迟到太多，然后就赶紧画了个。画了个很敷衍的妆。也不是敷衍了，全靠颜值在撑。嗯。男装啊，我真的很害怕男装，是真的。没有，你男装挺好看。你一扮男装，我就会想起你有一次跟一个人的节目，是你当草夫。农哦不是哦，农夫。
车夫，对，我是拉车的，车夫，我是个老司机。然后刘贤是个大小姐，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种设定，是我想的。但是我觉得其实你们俩反过来更好。啊，我怎么吃到你头发啊？我剪掉。你不，我在那吃这个，那你头发你为什么吃了我的头发？你头发自己跑到我嘴巴里面来的。看头发，你的嘴对我的头发有吸引力。不是你的头发。不是草夫，是车夫。吃头发，你想吃头发，那买法菜吧，叫法菜就法菜。你知道什么叫法菜吗？不知道。天哪，法菜都不知道是什么吗？对啊，你们那边的菜吗？就是跟头发一样的青的菜，你们吃过吗？法菜，法菜，反反复复发，反反复复发，发发。什么玩意儿？发财菜。啊、哦。那个是粤语吗？反反复复，反反复复。反反，不是啊。他只是搞了绕口令吧。发财菜。那你知道冒菜什么？对对对，我知道，我可爱吃了。我们那边有个什么什么菇什么冒菜。三菇。对，三菇冒菜。挺出名的。是不是连锁店？嗯。超好吃。但是我们那边超难吃。一般本地人就是都不会去那吃那种，在外面很出名。但真的很好吃，我之前吃的时候就很惊艳。我那时候三年前吧第一次吃，惊艳炸了。但是我现在已经三年没吃了，我不到时候外地，北京好像没有这个。嗯，北京没有。为什么会没有？广州都有。因为北京要开店就是太贵了，他们都开不起。啊。对，店面费很贵的。干嘛干嘛干嘛？我要吐了。反胃了那什么？不知道。哦，我想起来了，我要宣传我的电影。我在干嘛？对对，电影的话其实也差不多了，大家也懂了，就是这是一部很优秀的电影。然后我想一下有什么分享给大家的。塞纳河畔左岸的咖啡。对，你的电影你在里面是就是个贼吗？是个双面贼，双面间谍，双面偶像，双面间谍。因为我在里面是一个大老板的小情人，就是对，就是里面一个关键人物的一个小情人，然后我就利用他，然后就达到了我的目的。但其实实际上我是个贼，大家有看到我那个我这个设定很迷，对不对？所以我有两套衣服，还蛮开心的。那个大老板就是我。他还被人打了那个大老板。那部不是我演的。嗯，对，不是你演的。他那个老板。那我替身被打的时候是我替身上的。然后我有两套衣服嘛，因为我有这个设定。然后那个丹妮也有两套衣服，因为大家都看到那个旗袍。我跟韩家乐跟丹妮都有那个穿皮衣的，因为我们真实身份都是女贼。然后我家韩家乐就只有一套，因为他没有另一个人设，他就是一个贼。然后我还有什么呢？我还蛮喜欢我那身衣服的，所以当时觉得还蛮开心的。你们拍了多久啊？那个感觉拍了挺久的。嗯，我去横店去了一个月。一个月。啊，想起以前我们在横店。在横店，你记得吗？对，我们以前拍《十全九美》就是在横店。在横店可搞笑了，真的。晚上还出去，晚上就在那里，只有一条街，一条街可以逛，就把那当自己的家。什么街？叫什么南？问有个南字的，南哦不对，南锣鼓巷是北京的。叫什么？我也忘记了。有个南字的。突然，我根本就记不住了。然后还反正我们当时挺搞笑的，他们当时比我们还像配，就是还配角。他们来演妖精，你看你演的都是什么角色？我当时演的是芙蓉姐姐的小跟班，是一只妖，
就是他还给我们，我们一转头嘛，我们就拍一个转头的动作，都拍了半小时，就是然后他出来的时候，那个眼睛就带光，带绿色的光，蓝色的光，我看得很搞笑，我都有点无法直视我自己了。想不到这些也是你们当的也是跟班啊，我们当的也是跟班，当时。但你们那种跟班是那种正派的跟班，我们是反派的跟班。不，我们是墙头草。就是对，我们是墙头草。很搞笑，拍那个戏就是很迷。这次的造型其实我就是个直发，然后就这样卷一下，往里卷一下。我的那个造型，那个就叫内扣，对，就超简单。那你有没有去那个看小菊他们，小菊前辈他们拍戏？我们因为我们就是也比较忙嘛，也有其他事情，然后又不好意思去打扰前辈，所以就没有去云溪端那边看了。但现在想起来有点后悔，我就应该死命都要去哦。不过这个好像要那个证件才能进去的，我们不是说想进就进的，所以哎就没去到吧。但是有去到过小菊前辈住的酒店。去人家酒店干嘛？不，我们去那酒店吃庆功宴，然后小菊前辈就应该住在楼上，我们就在楼下吃饭。吃完饭就走了。吃完饭就走了，然后就哇，前辈在上面呢，然后就心满意足的走了。私生饭，差不多吧。有没有打戏啊？你们打戏？你不是贼吗？对呀、啊，我们贼有。就其实当贼也挺爽的，就可以就。你知道当时其实有编我跟陆婷前辈一段打戏的，他给我编的就是。当时我们武打戏，我练了一个下午，就是我练的通常这样子，两个人打戏的话，总会有一个人占下风的。然后我跟陆婷前辈打，他给了那套动作，我是我占上风的，但是我是个女贼，我是不可以占上风。然后说哎，那么换一下吧。然后就重新学了一套，就是让前辈。打你，对，就是他在上风，就很狼狈，然后这里搞一拳，然后腿上又踢一脚，就是对方人会被打得很狼狈，所以就是还是换一下吧，这样子。到后来，导演因为那个被打得爽吗？哎，别说了，我当时我不是跟那种武打师傅练习吗？武打师傅他觉得就一直在笑嘛，哎，你再练一下啊。就这样啊，就是那种感觉，然后就很丑，然后跟武打师傅练习的时候就把我弄得很疼，因为其实说实话他们已经很将就了，因为他们是习武的嘛，就难免会有一些磕碰，但其实他们可能会觉得不疼的，但是我们稍微碰一点就觉得很疼。但是最后呢，结局有了个反转，就是我们后面就没有用打戏了。那然后我们后面打戏就没拍，就是我那些打戏就没有拍，就都没有拍了、就有点可惜，好遗憾。我觉得但是韩家乐好像是有的，所以大家可以去看一下韩家乐的那一段。可能我打的丑吧，怪自己吧。就打的很搞笑，像在那逗人家玩一样，就是有点看不下去吧，就跟打太极一样。哎呀，我嗓子不行了，你来说吧，庆总。我嗓子也不行了。两个哑巴不行了。对，我们是哑巴，甜甜都被我们讲睡着了。甜甜睡着了，我还想说让甜甜说话呢。那我们就打哑语好不好？打哑语。对，打哑语吧。你会几个词？扩音器在哪？我的扩音器你忘了吗？之前还在你房间用过。我还回去了。还在吗？算了吧，扩音器其实也得挺累的。对，嗓子，我们要保护嗓子。不行，因为我们很久没说话，说了吗？哎，你的外卖到了吗？
很关心你的外卖。我手机放在休息室的，在休息室呢。我今天还在外面嘶吼唱歌了，疯了我的，就嗓子。我今晚继续做雾化。你买了吗？我的药没有用完。我让我妈买点寄过来。嗯，因为我觉得药店卖的比较便宜，去医院的话得挂个号。对，我得再买点药。为啥？这个人神经病，怎么回事呢？你怎么能说我们后面有鬼呢？为什么？那个鬼就是你妈。他刚刚一直说我们后面有鬼。哦，我一开始好像看到人说有鬼，你们真的看到鬼了吗？天天在睡觉。刚打他屁股，他屁股对着我，叫打吧。整天老睡觉，他老看手机，都这样子看的。我都以为他是，就是他每一次，我都会以为他就是要睡着了。蛮羡慕甜甜的，想睡就睡。好多了，就吃了药之后好多了。我现在都不想回自己的房间。为什么？因为我的房间就是杂物间，所以都没有。我的房间也很乱。对，他的房间也是。我们俩房间都跟那种，我们家就堆杂货的。对，就像杂物房一样。我最近都不爱待房间，所以我们都在外面。我现在房间，以前我们都还会在房间就吃吃东西看看电影什么的哈，现在根本就不想回去。不行，我得收拾一下我的房间。惨了，我的杯子好像破，然后漏了一点东西下来，完了。你漏在甜甜的桌子上。你看这个漏，它破的很那个，它裂开了好像。这是哪里来的杯子啊？我新买的，就这个样子的，是很好看。是招财吗？哎，看不到。是招财吗？特别好看。嗯，我准备买来喝茶的，想不到还没用呢，就破了。这一个你就买了？很久。哎，你要杯子吗？我送你一个。什么杯子？旧杯子还是新杯子？新杯子，没有用过的，我有很多个。那其实我现在。送你一个吧。那送我一个吧。嗯。我那是我的应援杯。不要不要，是卡通娃娃的那种。是不好看，我不想每天看到甜甜喝水。太多了，就是只是我应该就是多送几个，送一个给你吧。啊，算了，不用不用，我现在杯子蛮多的。我要一个。你看甜甜，你看甜甜都要的。你看甜甜不睡着了吗？甜甜一听到送东西，马上醒了。吵死了。你跟你讲，你现在这个点睡觉，你今晚怎么办？因为我早上太早起来了。那你现在，但是你还是得熬。我跟你讲嘛，治疗失眠就是让自己很累很累，然后晚上十一点的时候啪一下睡着。你要不要我杯子？我要你杯子啊。嗯，乖。我最近就是缺个杯子。对，我给你。哎，我发现你没有杯子。你给他多一点杯子吧。我给他一个。嗯，因为我也没有多少个。其他的我之前那个星巴克在你那儿没了，你拿去干嘛了？我那个透明的很好看，好吗？彩色的。哪里透明啊？就透明的那个，明明有点就是有一点那种，就是我用的时候那个时候都不透明了。透明的那个是新杯子，你是第一个用的。啊，那我用来干嘛了？我用来喝了下水而已。难道拿去冲厕所了吗？你不是喝水还喝什么？对啊，就我喝水了，拿来喝水了，就我看见这哦，很久，喝了很久就舍不得还给你。我还以为装了泥。还好了。今天我们带回去吃青云的外卖。吃我的鸡爪堡。鸡爪堡只有鸡爪吗？这不好热哦，那微波炉放不下那个东西。我有那个里面有鸡爪年糕，还有什么？螃蟹呢？没有螃蟹。哎呀，没有，我们不能吃螃蟹。为什么？就是你知道吗？就是在我们嗓子不好的时候吃海鲜是会更加重我们的病情。这样子的。特别是晚上。脑袋瓜。他的脑袋其实长得很奇怪。我的脑袋不奇怪啊。不要发疯，不要发疯！记得人家直播呢，然后啊，狄大人，狄大人，人家都被你吓得惨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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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惨了！完了，完了！我今天是有任务的，就是
就隔五分钟就念一次那个名字。哎，我们的迪大人家在哪里？你告诉我，你就只需要说多久上。2018年5月8号晚上啊、哦，早上10点钟，腾讯视频等你哦。我已经录了一个采访了，也是这么说的，大家一定要记住。然后你就一分钟说一次，对，一分钟说一次啊，提醒我调个闹铃。甜甜提醒一下，甜甜是闹钟。嗯，甜甜你就滴。嗯，我都不知道你们在讲什么。我们在宣传电影呢。对，虽然我没有你宣传的我都睡着了。那我真的好困。那你说你要不要？我都睡着了。你要不要去腾讯充个会员？为了我。我只充爱奇艺的。杀马特，你跟你讲，你知不知道现在我们现在影视部可能会有？杀马特，杀马特，去去。甜甜，你这样子以后就没戏拍了。你哇，你看这你男装的样子。啊！你不要。来来来，我给真的给你做一下你男装，就是比如说你，就是你有那个刘海啊那些的，哇，好美哦！你看这，哇塞，刘德华，华仔，华仔，华仔在线，在线，刘德华，对，你把头发收起来，那边收起来，对，哇塞，你这藏起来，好看吧？哦。电影，你不要这样子，巨文，你自己为什么不弄呢？因为你是美颜盛世的嘛，我们又不是。好了，我打扰了，打扰了，好像梁咏琪，哇，梁咏琪也很，有人说我像梁咏琪吗？哇哇，太厉害了。我的男装是我的阴影，所以我希望我不会，我这次男装就是梁朝伟。我你选择一个。那我是男装，我看一下谁帅啊，适合我。你走梁朝伟的风格啊？那我走。不，我不，那梁朝伟不行的话。你知道梁朝伟看着一坨屎都很深情的，就是。郭富城也可以。就是梁朝伟他最厉害的就是看无论他看什么都很深情。他看什么？我也是啊，我也是那种人。就我的眼神就是里面就带着深情的，就是他看一坨屎都会很深情，我不会，这是刘嘉玲说的，他看一坨屎，对啊，就看一坨屎都很深情。啊，我是下什么？那你当一下屎，我看一下你，我看一下我会不会深情呀、啊？来来来看一下我会不会很深情。你这很邪恶，不行。我邪恶吗？就是你想杀了我的感觉。那再一次，再看一次。我觉得很深情哎，我觉得我看一下甜甜镜子，就是这个得练，这个得练那个眼睛。我看到我的眼屎，嗯，有人说你头发掉的厉害，怎么会有看到你头发没有吗？他们说我像郭靖飞。郭靖飞。郭京飞是就是最近和迪丽热巴演了一部戏叫21克拉。、啊、不好意思我没看过。你跟迪丽热巴演戏？对啊，最近我才拍了一部戏，我没时间看电视。你应该很开心。我想想，我很喜欢迪丽。哇，你好黑哦，这样看怎么回事、啊、你最近就是变得有一点看着就有点肾虚的那种样子。对、啊、真的、啊、你早上好。美琪你醒了。你吃饭了吗？就这个样子。最近不要这样觉得。我跟小牛奶可能住在一起就变这样了。小牛奶也是有点肾虚的，就美的美区，就是那种美区。都怪小牛奶。吃吗？吃不吃？我每次都是特别有。特别不会肾虚的那种人，就你还是挺，就不管你怎么熬夜，你都挺精神的。对对对，我很精神，你的眉毛是这样。啊，其实最近我也有点肾虚，我就这样。甜甜，你看看，真的很肾虚，别整成是白的，脸是黑的，然后要 hold 着背这样子。
啊，我到底经历了什么？你跟老刘两个肾虚的人在一个寝室什么感受？他们说我们是冷漠舍友组。冷漠舍友组。哎，不能让老刘知道我说他肾虚。我今天穿的打太极的，我今天出去打了一下太极。健身，难怪你每次看到你这么精神，运动比较多。对，我每天都身体好。那终于过度了，终于过度了。跳舞做的，我是禁欲的，好吗？禁欲系。你现在看的就是。不行，我明天甜甜，你要吃点核桃，好，用那个，我用那个红枣夹红夹不红枣夹核桃，对核桃，你要多吃这种东西补一下啊。下次跟老刘一起吃。对，你们俩就应该买一堆在那哇哇哇。对，天天都在那里吃。你看，像我们每天嗓子不好的都就每天都吃那个，吃什么？吃那个叫什么？就你的那个。珊瑚片，嗯，我吃完了，我今天又买了，我特别贵珊瑚片，就是吃的特别快，因为我吃含片，人家说两个小时含一片，我就一下子 N 片塞进嘴里面嚼嚼嚼，差不多等一会儿我们就可以去吃饭了，对，我们再播到四十吧，不如，现在7:50，大姐。不是哦，播到8点吧。吓死我！我以为你要播到8点。我播到40。我播到8点钟就跟大家撒由拉了。照妖镜快，我照你就变身。我是什么？我是美变身美少女战士。然后就给你梳个马尾，两个双马尾。不要不要不要！我之前有想过梳双马尾，然后被通报上去不让梳。为什么？不知道很可怕，还打电话给老总，打电话给喂什么总吗？陈美君她梳那个发型行不行啊？我当时我天哪，有这么夸张吗？我梳双马尾竟然丑成这样，会影响到 BJ 的形象，就是他们就是为了保护 BJ 的形象，所以就是上报了我能不能梳那个发型。你跳什么梳那个发型？那个时候就剧场女生那会儿，我是跳堂吧。对啊，跳堂为什么不能梳双马尾？对，就对，因为他们怕我影响到大家的形象，就其实也不是为了我，是为了大家，你知道吗？这不让我梳。哎，但我记得当时大家挺多人输的呀，就不让我输，真的很过分。我下次就要输，现在你们管不了我了。我要做一个任性的小偶像。我在练声。哎。就这样，你就可以发出像贞子一样的声音。这是按摩声带的。对，那我就按摩一下。完了完了，大家在给我刷敌蛋人驾到。好，我要宣传敌蛋人驾到。他在按摩他的声带，你是不是声带长息肉了？嗯，对啊。你要是做了个手术，你就会变成那种吓的，就。我不会做，我就医生说让我把那个割掉，然后，他们就说我的猥琐你。你好猥琐！我需要猥琐你吗？明明就可以正大光明的。可能是你长得猥琐，怎么办？没有，我们俩比起来，你看一下谁长得猥琐。甜甜，你说我们俩谁猥琐？都猥琐，甜甜最猥琐，甜甜现在有点肾虚的样子。我不是，我觉得只是肾虚的样子，真的有一种很微妙的猥琐感。我为什么跟我是太累了，我就咳了个伴儿，所以我比较猥琐。我每次都是很挺拔的。很明白。哇，5月8号敌蛋人驾到，腾讯视频等你哦。5月8号在。早上腾讯视频，对，腾讯，反正我之前也买了好几个月，可能刚好过期了，我就要马上买，为了看我自己的电影，我还叫上我全家，你全家一起去看，不对，我想叫我全家买会员，但我想应该不用了，就是为了就你直接把你会员的那个甩给他们就可以了，应该不能同时登录吧？对，不能，对，最好不要同时登录，对，一人一个吧，然后就是。对，我会守着他的。早上10点，如果不上课的话，那不上课的话，我们就在休息室看。到时候估计又要叫你直播了，做好准备，就边直播边看。我可以直播看，真的。到时候啊，但早上直播大家都看不了了。然后大家看不懂的地方，俊姐就拿你手机解读。哎，我给你们解读当时发生什么。解读。我想知道5月8号我们那天是星期几。5月8号，哎，那5月8号我也可以看了，因为我的生日快乐过了，哦，好开心，好开心哦！
我没过。五月八号，好，到时候如果有机会就直播一下跟大家看。但大家应该都在上班上班上学吧？周二没关系，大家没关系，大家这可以翘课。对，在上课的就可以。我知道大家就是上课，你就立本书，然后把手机放在立本书是这样子吗？来，干试一下。来，这是手机，然后就把书架这样架到这样。来，就这样。然后手机在里面。对，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然后我再看。好棒！大家。反正像这样不太好啊，大家还是要认真学习。然后就是除了在那个五月八号那一天不认真一下，其他时候大家都认真学习。只要大家有时间看了就好了，就很满足了。然后我觉得我脸好大，我一边脸大一边脸小。你呢？我也是啊。你两边都大。其实起码是对称的。对，你再说一遍。我再说一下，再哎呦，烦死了！青色的香蕉，你看。隔壁香蕉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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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我没跳过这歌。我也没有跳过，因为我觉得这是首，就是一般就是不是马路 gay。我真的我只爱看我犯的 CP 跳这种东西。好了，我在最后的四分钟要好好宣传一下《敌大人驾到》。CP， 好好宣传一下《敌大人驾到》。糟了！哎，鱼丸，如果你想演《敌大人驾到》，你想演哪个角色？如果要你演的话，我都不知道里面有什么角色。嗯，就我觉得我可能会演大哥。哦，就是大哥，你知道吗？是大哥，不是那个大哥。你是哪个大哥？不是我们河内的大哥，是那种。就大老板，对大老板，那就是我那个老板，就是我演里面那个人的情妇啊，你就那个人啊，对，那个胖子，那个老板，胖子老板呀，我觉得是那种长得很帅的老板，就长得很 帅，然后多金，对呀、啊，他就开那种商行的，我那个男，那个我跟着那个老板，就是黑白两道，哦，他有点啊，那有点像，我就很适合那个，就一集就挂了，那个挂了啊不没挂没挂，但是，不，其实我也可以演小弟的，小弟一般小弟和大老板的情妇。我说的是那个，就是我以前看过的那些电视剧里面的剧情是这样子的，对不对？就《上海滩》。浪奔，咚咚咚，浪漫，咚咚咚，往内偷偷告谁？如果是你的甜甜，如果让你演敌大人驾到，你想演哪个角色？我想演坏女人。我喜欢比较刺激的坏女人。嗯，我们这里面好像没有坏女人哎。就是你吗？我不是啊，我不算我，因为我其实因为我不算坏，我只是那种，我只是有我自己任务在身，然后我是个女贼嘛，我只是帮我的老大，我是为了姐妹情谊才去帮去做这个女贼的，其实还是有个有血有肉的女人。这也不是坏人。那你最后是爱上了那个老板还是我就是那个老板，只是我利用他，我自己本身还有一个上级，一个挺帅的一个上级，然后他跟哎我会不会太就是他跟我们其中一个女的是有一段过往的，你猜嘛，大家到时候腾讯视频看嘛。对，大家到时候自己去看啊。对，但是我觉得如果让我选的话，对，我会选里面的小牛奶，因为他特别傻，因为他在里面就是一个傻小子，就是一个很二的傻小子嘛，傻小子，对，就是他是一个作为一个警察，但是又没什么警察的能力的。喝不吃，哎呦，吃一口嘛，不吃，吃一口嘛，不吃，哎呦，吃一口嘛，不吃，吃一口嘛。又不用挨到嘴，我要吃，来，快点，我戴了牙套，我不吃。但你现在肾虚，你需要吃点糖分补充一下。这哪是糖分？这糖啊，是糖啊。对，你吃一口。不吐掉，没有吐掉。甜甜其实很想吃，对，但是他戴了牙套，吃不了。对。
好了，我们还有一分钟就要结束了。对，一分钟就 say goodbye。总之，大家一定要看这部电影吧，就是大家的在腾讯上的播放量啊，什么？没什么，继续。对，大家对我们的支持就是，真的是很就很，就是大家每一个点击量都是一个很珍贵的东西吧，就是也是算是对我们整个剧组还有我们每个小偶像在里面那个表演的一个认可。然后就是大家也是很多人都是第一次拍戏，所以也非常的青涩，但是我觉得演的还可以，真的不错，所以可以期待一下。我觉得尤其是像丹妮她还很小，但是他在里面那个哭戏我觉得演得很好，很敬业。嗯，大家都是就是对，一开始可能他哭不出来，但是在导演还有演然后他的对手戏对手的那个搭档然后都给了他很多的帮助，然后最后嚎啕大哭哇，然后你刚刚叫的那一下我都感觉有痰在里面颤抖我没有痰，我只是我的嗓子现在卡住了就是痰卡住了我没有痰的，你就是痰，我从来都不怎么吐痰的，总之就是你都把痰吃掉了，没有痰好烦啊没有痰没有痰，我在宣传我的电影，好了就好好看电影吧，大家好好看电影吧。对，其实对，然后如果有机会的话五月八号还会给大家直播，对，跟大家一起同步看狄大人驾到。爱你们，然后我们就去吃饭了吧。对，我们去吃饭了，菜已经凉了。好，再见，拜拜，拜拜，点点你的手了，拜拜，三个手，拜拜，机长，来，一、二、三，好，拜拜。